你好啊，我是今年year one嘅，係讀computer engineering， 即係計算機工程學系嘅year one嘅學生啦。咁我而家要介紹嘅呢一個系統就係、會模擬一個吹笛嘅情況啦。咁我而家可以運行一次先，即係運行一次，俾你睇下個情況係點樣先。